松屋，松屋，哦，是我们伟哥团长这个期待许久的松屋，来说一下，现在有什么感想？太棒了，那就吃牛肉，即将跟你的这个闺蜜相见欢，是啊，松屋啊。哎，不宜说，这公众人物不宜讨论。来，我们说一下今天的感想。哪个社哪个交？社或者社交？了解了解，及格及格。这个一心只想来明治神宫求签呐、啊，求什么签我们就不好说了。那等下穿过明治神宫，我们就可以去 Blue Garden 参加交流活动。他说要走，不能走了就来。别装啦！我们来到了原宿有名的竹下通，这条路走进去，某一个岔路右转就是我们今天的会场。我们阿文要进来拉屎，讲话文雅一点，抱歉，叫排泄排泄。我们伟哥的更正。霸王餐的地方，我以为是冰淇淋。冰淇淋哦，真的、哦。Blue Battle。现在前往都厅前，我们现在在银座，我们现在在青山一丁目转车。都厅前。
中景吃日本日式家庭咖喱饭。泡汤，全汤泡澡。家里很多人自己都是这样子，觉得我是现在整日子。对啊，是啊。我觉得你刚才不要理他，然后回他自己家。他家住基隆，谢谢。姜抵达浓汤。干杯！干杯 ！Yes。结束今天的行程。哦，不要照他了。